跑马地草地场地时间纪录保持者有边位？今集骑练杀手锏嘅主角系郑雨田啊！做主持啊，争分夺秒先采访都好料噶嘛，少啲体力啊，慢啲都唔得噶。哇，泽峰，你真系破晒纪录啊！吓，我真系咁犀利咩？系破纪录地慢啊！你啊，应该学下啲马仔咁样神操练下体能先得噶嘛。人哋啊，佢关起箭真系快到识飞噶。咁咁多只马学边只先得噶？有冇咩好介绍啊？有，等我介绍啊几个名师俾你啦。佢哋啊，全部都系跑马地草地嘅时间纪录保持者嚟噶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方家柏嘅五哥暂时以56秒4成为1000米纪录保持者。苗礼德嘅金童德就以1分8秒7创出1200米最快时间纪录。至于1650米嘅最快时间纪录1分38秒7，就由叶楚航嘅大赢家同杜东尼嘅俊宽腾分别创出。1800米方面，大魔嘅施情怀义就凭1分48秒2成为纪录保持者啊！好爽，真系好爽！见到啲马替做纪录嘅场面真系好爽咧！此其一啦。当你见到本身落后紧嘅马，最后骑师使出佢嘅杀手锏，过关斩六将，最后赢出，哇！嗰种感觉真系令你打从心底叫一声畅快。有几畅快？讲嚟听下。好似上星期六，郑雨田插旗嘅乐意洋洋，虽然咧一开始慢闸，但系田哥不慌不忙等机会，最后终于喺两只马之间揾到闸位冲上嚟，以一个头位压到安田，胜出杨子京短途锦标。能够赢马真系多得田哥嘅冷静机智啊！除咗咁，佢最出名咧就系默默耕耘，无论骑咩马都好，都尽力争取最好成绩噶。今个星期三跑马地野赛，大家不妨为田哥打气啦！双羊座嘅毛思义、巨蟹座嘅郑雨田同埋天秤座嘅柏宝喺上个星期六齐齐起马，不过始终都系唔够天蝎座嘅韦特争啊！当日韦特虽然得宝树多赢一场头马。但是他最后合共以一冠三亚一季34分的成绩成为骑师王。嚟紧星期三跑马地有夜赛，我推出山羊座、天秤座同埋白羊座的骑练都会继续行好运噶。唔知道马迷又会睇好边位骑练呢？神州之星啊，无思尔近排咁 fit， 11档，信得过啊！Crystal， 你有咩心水啊？等我翻去睇埋星期二晚11:50嘅运速胜券再话你知啦。因为主持人啊会分析星期三晚跑马地野赛所有场次嘅形势噶。下集 A 再见，拜。